还是清楚什么打过之后呢接着挨打好多胖了好多，胖就胖吧，直播真难看。那也那也不像你啊，难看我承认，那也不像你，爹妈给的吗？我这难看是爹妈给的，我承认。你就不一样了，街坊四邻都没有把你凑。好久不见你了，过年至少胖了有五斤，哪有胖那么多呢？那倒不至于。好久没见，好久没见。没有胖那么多。有对象了没有呢？暂时还没有。觉得我怎么样？觉不出来呀。这觉不出来。晚上好，云淡风轻哥，晚上好，欢迎一米阳光，欢迎东哥，欢迎女大十八变，每天早上都见，但只能假装看不见。你都不急，我也不急，对，咱不急。急了去厕所吗？欢迎一凡哥，欢迎，点点赞，点点赞，咱们的点赞有点少了，点赞有点少，咱们一起点点赞，双击屏幕，咱们一起给小烟的直播间点点赞。小姑娘瘦了，刚才还有人说我胖了，对，急了去厕所。对，你急你先去，我不急。